此事我们别无选择，我苏家百年皇商皆是皇恩，绝不可能助父王做谋反之事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成为一座地狱。这一切怎么跟做梦似的？是啊，柳大人还说过，云兄告诉他，不要以任何理由让苏家卷入争斗。那我苏明玉怎能置身事外，助纣为虐，看南都百姓遭受战火？那依柳大人的计，我们就云东家有几分胜算？千金散尽，我们还能从头来过。可现在跟父王作对，恐怕是难逃一死。许庆文跟你说，大封号那40万两，任由你支取。若要断福王后路，须把整个南都的货物都买下来。没错，一丝一毫都不留下，方能釜底抽薪。40万两根本不够啊，可能苏家的产业都有。我们从未如此赌过。既然是赌，输赢无定。跟着自己的心走。今生有你和启星。